金针菇口感爽脆，是常见的火锅配料之一，但美国加州卫生机关却在台湾输入的金针菇中检验出李斯特菌。就是这款金针菇真空包装，上面印着大大的台湾，3月18号外销美国，被 FDA 公告含有致命的李斯特菌，还没上架就被回收。然后就是说我们的环境重新再做一次清消，然后所有的流程调整。有问题的金针菇一共有4.6万包，挂名彰化菇类合作社出口，产地其实在云林西螺的上望农场，再运到高雄上船出海。根据业者的一个表示以及目前掌握的状况，应该没有在台湾，不过我们还在持续的那个了解。目前市面上的同品牌菇类熊猫超市已经全数下架并进行抽查检验，至于全联超市强调没有贩售这批金针菇，而医师指出四大族群要特别注意，要是不小心感染可能引发脑膜炎甚至丧命。孕妇啊，或者是年长，或者是小朋友免疫力不全的病患的话，其实都要特别小心，其实有可能会败血症啊、脑膜炎，甚至造成就是致死。农粮署说明，这是第一次台湾金针菇在美国被验出李斯特菌，推测原因为新冠疫情爆发延长国际货运时间导致细菌增长，但一般民众不用太担心，以台湾人的饮食习惯，经过72度以上高温烹煮就能把病菌杀死。介中部综合报道。这里头跟一般的 XO 酱不一样，就是它用料食材真的是五星级啦，这就是你可能烫个青菜，然后你就加一点干贝酱，或者是炒饭的时候呢加一点干贝酱，其实就很够味了。来，五星级料理呢到快点购就可以买得到，有需要的朋友呢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分享资讯了。